稍贴的都一磅的圆弧送去一点点，这样贴贴出来。茶匙尖角的第二个也是这样贴，像贴出来的是这个，这个茶是这是一副是吧？这茶是一个陶的金龟的贴法。是。刀陶就放这里，我那个胶片。这是签子，别签在唱片上了。这是我们放完之后，这个是等于说刀陶，就是这是这样的。这样的是吧？哎。哦，前面要切一点点。哎，是。然后在切完之后控制着，不要在这切。这个切这儿千万不要弹这个中间。不要中间切。哎，对。因为他刚才现在他是这样切，他是这样切掉的啦。这样对，这样不行。这是错误的。所以他达成。还有一个这样切也不行，这样切也不行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嗯，这样也不行、啊。这是错误的，这是错误的，这错误的。这下边这个还是错误的，这个的还是错误的，这个也是错误的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也不行，必须留个头在上面。头在上面，必须这样的，扎中间或者是中间，或者上去一点点。嗯，这必须是这样，这个才是正确的。这切的时候，这正确的，正确的。对，要对眼这个光。那这个眼要对准怎么对准？对眼睛我跟你说吧，这一说你就可以跟他说，这个对眼光是一般的话，我给你点一下，你就可以放。我们一般调是这样调，这个光是对着这个剪这个边这里，这个光要对着这个圆圆弧那个边，圆弧的边，这里边面，我剪这个口这一排这里这个面这一排啊，那你我就他怎么知道这个是？他那光肯定看得到的，你剪小一点或剪大一点的，哪个不是？其实我的意思是电眼光是光点对这个边，对这个边，这是光点的星座路线。哎，对，那后面就可以看到。来这个光点。啊，对对对。光点要对在这个位置。哎，不要对在里面。对。啊。你对那个搭牙的票吗？今天下午了啊。下午四点可以。搭牙，他那里去接我们。你点了搭牙。搭牙。动车高铁啊，高铁啊，高铁四零，快，现在都要快，要速度，往前走的都快。这个那边都需要。这是说这样的找这个路线，就是说每一次，我跟你讲完，那个每次你也知道个意思，你可以给他翻译就行了。他每一次就是说每找一次，他从这个双麦地跳到这里就停掉了，跳到这个地方。跳到这里停掉了。他第二次又是跳到这里又停了嘛？第三次又是这样的，每一次是循环的嘛。那这样的话找起来是属于正常，然后这个电眼你就在调这个光泽，这个光度啊。等下我拍个照片，我先后面看，后面清晰。这个还要容易调的。容易，关键我得知道，我得给我讲。现在就这样，你知道的话，你才来讲，我们讲不了。好了。就是说，然后这边你去呢。好像忘了把你后面，它一个光点，你看一下。后边能看见吗？让我打，你就看这个光点，看这是它的星座轮印。这个光点看到了吗？你咋自己照的？有小背景。这个点是吧？我给你看齐，你看着啊。这个点要对准什么呀？就是刚才那个圆弧的边。哦，要对准那个边。对。啊，不要碰到机器，我看齐给你看啊。我看了啊。看到没有？胶片已经刷了，就是这样的，这就是这个光点效果。但这个光点，这光点它不是对着那个中间吗？不是，就是这个，还有那个半圆的嘛，知道吧？这个半圆的点，它是一直按照这个点一直往下走的。你看那个黄色的点儿，就是这个黄色的点，对，就是它，看到吗？就是触控杆接到你剪的那个嘛。这是一个圆弧吧？对吧？哦，对，这个圆弧。然后这个弹簧接导把这边全部剪掉了，不就是刚好那个圆弧的那个？它每次等于都是这样停的，每个光点。啊，它这个点也，我看怎么对准中间那个呀？我听起它一个滑动啊，它不可能。哪一个中间啊？不是，这不是点吗？不是，它的行程路线你知道吧？这个胶片一直往上升。对。这个点就相当于是一直往下，它以胶片为参照物。这个点是一直往下走的，对吧？要往下走吗？对，肯定是往上，但是它是不动的嘛，胶片一直在动，点是不动的。如果说你要以胶片为参照物，这个点是一直往下走的，然后就是这个点就是刚好走的是这个圆弧的这个边，就是刚才陈工给你剪掉了这一块，你不要老是想着这个在这个胶片的中间，因为这个点是它停车点。停车啊，那这是啥停车点？它是停车点，它的行程路线还是那个。
你现在这个意思你明白没有？关键是你要明白这个意思，你要翻译了。哎呀，我得看一下。你不明白这个意思，就关键只有你可以翻译，对吧？你要是明白知道，就看这个画面。其实他这个是那个胶片来。鱼骨头，这就是鱼骨头。胶片，就这个胶片。然后它是那个点儿，我看好像是对着。现在停的时候，它是停在中间的，是吧？对。然后它走的时候是。它是这样的。它停在这个中间嘛，嗯，下一个也是在这个中间嘛，嗯嗯，就是刚好打了一格嘛，一节，刚好打了一节嘛，嗯，从这里又第二个又是打在这里，又是停在这个中间嘛，嗯，它就是一个信号，信号每一次同这个位置，每一次都是这个位置。那个点是不是那个点是不是就是你调的时候要调到这个中间呀？先调是这样调。先调是怎么调？你帮你给我说一下停。4点。两点。我们把这个齿轮。两点也不行。建起来，它得四个点才能从这走。它都是从半夜再买接到高点。这也是上4点来的。嗯。是啊，我们调是这样的，要小杆，你看那光没了，嗯，光没了，啊，到了空白就没了，到了胶片它就亮了，看到没有？它碰到胶片的时候就亮了，是吧？对，啊，40分钟，哪有40分钟？现在又没了，也得30分钟，嗯，是吧？打地，不要走了，我们就调，然后就这个，就调光的大小，光的大小，左小右大，左小右大，对，我这边调的小，这边调的大，下面有个眉毛，有个电头，电头，下面有个眉毛，行吧？嗯，小到大，嗯，然后这个光要调到它每一次你这一升的话，就是说，刚才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那个电源，嗯。就是说，当到胶片这里是亮的，这一个胶片这个范围里都是亮的，都是亮的。到空格它必须没，必须不亮。不亮。对。到了一个到了胶片它又得亮。嗯嗯嗯。到了空格它必须没。对对对。如果这样调，调好的话，不管你，那不管你这跨推、冒推都，你看吧，这个电源的选动就行。不管你跨推、冒推都是这样的，冒推就很看好像正常。嗯，跨的也是在选动，看到吗？啊，这样就表示你的电源光调到了。调好了。光一定要调到合适位置，刚到胶片的是亮，到空格一定是麦，一定要合适。啊。这样调完之后呢，你就叫他把这个扳手拿开，让它压着。压着的话，我们一个画面，这里，下面，这里，这个操纵画面就按一下。嗯。这里一个手动画面，就是专门调电源的。就是这里，你调完之后的话，每一次按。